講翻就係台灣呢期咧，就好多地震啊，好多地震。咁樣有啲九流風水佬咧就話：，哎，今年年頭我講，喂，台灣會有地震啊？點啫嘛？日本都會有地震，使 Q 你講咩？台灣一年震兩萬次啊！你屙尿射竹筒斷管噏 Q 中啦，真係啱啱啊！即係呢啲我成日話點解？即係啲人渣就真係渣，你唔可以扮得叻噶嘛，係咪先？即係。嗱，你年頭講過啊，啊，你話喂賴清德可能會遇食嗱，又睇下大家中唔中啊？唔中幫手拆招牌，係咪先？真係，即係呢啲咧，你夠膽講，我啊話你叻，即係你咁樣都中嘅話，我梗係讚你叻仔啦，係咪先？你估你生神仙咩？好啦，喂，地震嗰日你喺邊度啊？你兩長過咗身之後，就黑金政治時期，鹹水樓嗰啲時候，鹹水樓同埋咧揾啲火水罐啊嚟扮鋼筋啊咁樣。就扮主力鋼筋嘅處啊，都有呢啲事情發生。有嗰啲時候，鹹水樓同埋咧揾啲火水罐啊嚟扮鋼筋啊咁樣，就扮主力鋼筋嘅處啊，都有呢啲事情發生。因為你知中國人嚟離唔開呢啲貪污嘅劣根性啊，冇辦法。好啦，而家我哋講開。